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万华的古仔肉汤，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好久没有来了。好，那价目表都有调整了。哎，老板娘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早安。哎，好，那这个古仔肉就是有分那个 Q 的，对。对，筋的跟 Q 的啊，还有肉的。啊，小姐你好，那我想要那个古仔肉汤面大的。好，这个就精华所在啊。那来吃过的粉丝都说汤头非常的鲜甜。好，那这个肉质新鲜美味就是好吃的关键啊。好，他们这个十家鱼丸也有在单卖啊。那我可以加两颗鱼丸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肉汤汤。好，那这边面也很好吃啊。满满的一大碗。这鱼丸真的超好吃啊，超赞。哦，这个头骨肉就骨仔肉是筋的地方很 Q， 然后肉很鲜甜，哦，真的很棒。尝这个蘸酱超好吃。好，这家就是这个玉芳姐都说赞的店家啊。超好吃，真的棒。
哦，真的很棒。嗯，吃过鲍你绝对会爱上哦，汤头完全没有腥味。哦，汤头就是姜丝跟高汤。哦，超赞。众多布鲁克都有来过，包括一个秃头，啊，他也是说好吃，我就不说谁。哦，真的很棒。打包两碗霸吞，一碗鱼丸汤，一个干面。这个汤，这个肉吃起来真是爽爽爽爽爽哦，真的很棒。哦，太过瘾了。哦，真的太美味，所以忍不住要再加一碗了。太久没来吃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要连喝十碗啊，不，两碗应该就够了。就简单的调味啊，新鲜就是美味的关键。再来一碗呐、啊！嗯，没事的，啊，超过瘾。一定要加入胡椒粉啊，这是某味的交代。嗯，哦，汤头美味马上提升好几倍，是不是啊？压在200块以内就搞定啊！好吃的饱饱饱饱饱，然后也非常的美味啊！好，万华在地古早味啊，赞！我刚打包了，你知道？都上来了啊，四五零。吃过保证爱上啊，就此成为主顾啊，真的赞。嗯，好，鱼丸跟古仔肉都非常的美味啊。好，老板娘辛苦了，所以各位朋友来捧场试试看啊，一定会喜欢它。
嗯。好，这是我认为在台北市第一名好吃的咕拉巴哦，它汤头也很鲜，真的很棒。汤头陷到心际去了啊！好，就等你来品尝，嗯，赞，120分的感觉，嗯。好，那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超新鲜的咕拉巴哦，还有这个很好吃的鱼丸，十家鱼丸哦，就是这个这家店这个决负关键，决胜负关键最好吃的两样，啊，好吃 CP 值高，然后又便宜，啊，刚刚老板娘有讲到重点，这么多年哦，只有在五块年啦，所以说这个小懂啊，哦，赞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！超好吃的咕拉巴就是这一家，这个汤都真材实料，喝过你就爱上它了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那回到家了，那这个是刚刚买的鱼丸汤，然后马铃薯、小卷、杏鲍菇，啊，今天就做一道菜给各位看，也可以自己试着做做看。啊，马铃薯削皮，然后切丁，啊，其实我们要快一点，所以就切小一点。好，那杏鲍菇改刀，啊，这个手法叫滚刀。因为就这样给它煮下去了哦，安尼也好了哦。再加入这个一匙的龟甲万酱油，慢慢滚，慢慢滚，慢慢滚啊。好，现在马铃薯酱9分熟，我再加点酱油调味。好，煮到这个马铃薯淀粉都出来了。它再煮下去就差不多快要化开了的这个当下就可以下小卷。好，那就热腾腾的上桌了啊，哦！嗯，好吃。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配饭，所以我颜色没有烧得更深啊。如果想要颜色再好看一点，就要再多加一点酱油。啊，这个小卷是淡水买回来的，肚子有蛋。嗯，超鲜的啊。杏鲍菇，嗯，烧的刚刚好，刚好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！也可以试着做做看。